年度最多颜色的裤子在这，真的。但我要跟你们讲，这件裤子超级超级，这个很可爱。这个裤子的料子啊，可以媲美韩国连线的裤子，真的超强，有点弹性。最近很流行那种锥形裤，就是你这样穿起来，没有这边是有空间，然后一路有点点缩窄，可是它的缩窄是不会让你的小腿变得很贴的那一种，那个不会。而且你看它裤子口袋都在外面呢。我在是在外面的哦，然后它的话也是就松紧的，松紧的。我跟你讲，这裤子很厉害啊，弹性超好，可以穿到 XL。对，XL有可以。这个是新的面料，超强。没错，粉色，然后绿色，卡色，这是杏灰，这是杏灰，这是灰色，然后边上上的那个黑色，没错，它都有一点水洗的。那个感觉，它是水洗的哦。对，这个裤子非常的厉害，真的，而且它其实穿起来很舒服。谢谢。它比较像是斜纹布，可是它的斜纹布又没有那么的挺，就是因为它硬挺的，没有这个偏柔软的，然后有弹性的。这个我觉得穿到春夏可以。这个寒流来会冷哦。对，这个是一年四季可穿款。这个算薄款，可是它不会到太薄，它是有挺度，可是不会到太薄，它是顺。而且我觉得口袋的位置也很刚好，就是在帮你做点视觉上的转移。看起来我觉得好好看哦，也很好看。它真的很柔软，它又很挺哎，好矛盾。可是你穿那种娃娃鞋也不会违和。对，它也是可以偏可爱偏甜美的哦。